大家好，我是 GamePayHK 的文仔啊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影炉的挑战模式第68关的。在这一关里面，它完成条件就是叫我们歼灭所有的敌人的。其实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，我想大家有玩开影炉的都应该知道的，完全不需要任何条件，只是杀死敌人是超级容易的事的，你想用什么方法去虐杀它都可以的。这一关唯一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只不过是人数比较多一点，而且只要小心一点打就绝对没问题的了。好了，在这里不需要说那么多了，大家欣赏一下我们怎样打吧。死ぬのか。僕は一体何のために。この前の仕事で区切りをつけるべきだったか。こんな小娘、俺一人で十分だ。落ちなさい。
ければ。こんな姿で死んでいくなんて。